父王就说，父王就说，你的亲吗？你的亲吗？然后就说，乐师说你，乐师说你，你做成了吗？我说，我做成了。一头牛，乐师就问你，乐师就问你，主人吗？主人吗？父王就说，父王就说，如果你是什么？如果你是什么？乐师对我们好。大声说，如果你能我就能，如果你能我就能，然后乐师就演奏，然后乐师就演奏，最后复活中你，大声一点啊，对着麦克风讲话。最后富翁终于怎么了？富翁怎么样？就把牛怎么样？富翁就把对着麦克风。最后。乐师，乐师就很开心的把牛带回家了。乐师就很开心的把牛带回家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怪物。好。